地人在地情，要来看农委会地改场。十九年前，在台东延平乡的深山，找到一款台湾原生山茶。透过 DNA 的分析，发现伊伫冰河时期就已经存在了。不管是甲做做红茶，或者是甲做做绿茶，拢有一种正特殊的香味。即卖甲合名合作，台东永康一号茶，要来抢攻市场。青色茶树伫晒日头，看一个真叶叶啊，比外较又较长，甲一般茶树长圆形的叶啊无共款，泡出来滋味嘛，甲一般人记伫内面的茶香无相共。它的茶汤非常温润，然后它的那个会表现出有一点的杏仁味跟那个咖啡味。做成红茶有咖啡味，那是做成绿茶，佫敢若有果的味。伊叫做台东永康一号茶树，有来历，是目前台湾唯一纯原生山茶。十九年前，伫台东县延平乡的山区找到，为基因发现讲，伊是100万年前冰河时期留落来石物，所以讲台东永康一号茶树嘛，被称之为第一届台湾准文班茶。经过哈冰河时期的整个历练落来啊，所以伊对这天然环境这个抗性吼，皆真好。经过岁月的洗礼，对病虫害甲疾病抵抗力，拢比一般的茶树搁较悬。这是农改场的生力军，目前估计伊的市值会使比平每袋斤4000块的日月潭红茶，而且咖啡因较低，每百公克才2公克尔，比较比较袂影响困眠。市场接受度愈来愈宽了后，就变成地方特色的新口味。